我们以神的话语来敬拜神。今早的经文在诗篇一章一至六节。好，我们请我们一起来读哈。一二三，请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骂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 他笑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尽都顺利。二人并不是这样，乃是像枯萎，被吹散。因此，当是罪人在一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因为业华的。 到艺人的道路，他人的道路却是必灭亡。我们请坐，我们今朝有王敏中院长来到，为我们正道，题目是与众不同的道路。我们请王院长。 诸位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平安吗？感谢上帝，你们都平安，都安好，没有发烧哈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都安好在他的里面。啊，今年实在是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想到，也掌握不了。我在呃。 今年二月的时候，我去了东欧的阿尔巴尼亚，啊，是欧洲的一个小国家，是六十八先，是回教徒的一个国家。那个时候，呃，新冠病毒在那边没有产生任何的威胁。然后阿尔巴尼亚之后，我就到了法国巴黎，之后，呃，林老师也到了那边，啊、呃，我们在那边举行了一个。 呃，在巴黎的婚宴的毕业典礼，那个时候到巴黎去的时候，呃，戴口罩的是从车里被赶出去，戴着口罩的别人用很异样的眼光看着你，认为就是你有病毒在身，所以你才戴口罩。那其实，在二月之前呢，一月底。 我在吉隆坡也讲过一个大会，是几千人的一个国际的大会。那个时候，就是病毒从武汉开始，那么感染了中国好多好多的地方。所以呢，那个大会就决定要取消还是要进行，最后是决定进行。但是呢，所有来自哪里的人，我们都请他们不必了 而愿意来的有平安来的，要有很好的这个措施才能够参加那个大会。那个大会的时候，我在那个会场看到每一个人都戴着口罩，那个时候是很新鲜了，因为是很少看到那么多人戴口罩。而且呢，在讲道的时候，看到大家都安安静静，那么呢，呃，也是戴着口罩啊，真的有一种漠视的感觉。 那么二月、三月初，我还到土耳其去。那个时候，土耳其说连一个案例、一个 case 都没有。然后到了马其顿，马其顿那个时候说有一个案例，有一个病人而已。啊，我从马其顿回来以后，那情况就很不一样了。那还有一件事情是这样，就是。 我从吉隆坡呢转机到土耳其，我是做 k a Airline。那么我可以选我的位置，之前在电脑里边选，我就选比较靠后边，四周围都没有人的。那么我就从冰城到吉隆坡哈，那么从吉隆坡，那么就是呃上飞机上去以后呢，就发现我虽然选没有人的，之后的就很多人选呢，就围绕着我，而且呢。 那个时候，围绕着我的都是从中国大陆里边来的，嗯，他们是想要看去哪里，有什么渠道能够离开，那么就发现原来做卡塔尔 Airline 还可以走，可以飞到土耳其之后去别的地方，所以呢，上了飞机以后到了卡塔，我就听见他们说。 打电话给很多人说可以呀、啊，这个卡达的这个航空可以呀、啊，大家都可以做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边就在想，啊，我们都尽量在跑，我也尽量是不要有呃这种的接触，但是还是避免不了。那么就在这一种相当慌张的情况，那之后呢，我们更怕就是碰到欧洲人，之后我们更怕就是碰到美国人。 那么对不起哈，到现在还是很怕。如果你是从美国来的，啊，因为呢，呀，他是第一强国、第一大国，那么新冠病毒的数目也是高居不下，啊，有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么一开始居家隔离，我回来居家隔离，那么好多人也习惯了，因为整个国家我们也知道那个案例是越来越多，M C o 那个 MCO 的期间，大家觉得很困啊，很难啊。那么要出去巴萨也好，去哪里买东西，好像是要打一场战一样，好像到处都是敌人啊。那么去到以后，连话也不敢说，连东西也不敢乱碰。一回来以后，就在走廊上已经开始把一些东西丢掉。进入了铁门，在另一层。 东西放在大门口，自己就跑去，啊，干净一下。那么就在外面消毒，所有的塑胶袋都要丢掉，所有的水果，啊，还有所有的食物啊，番薯什么的，全部都要洗过啊，消毒过啊。那个时候干干净净啊，如果我不干净，我太太不跟我说话呵呵。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像末世的一种感觉。 但是呢，慢慢的、慢慢的，我们习惯了，我们习惯了，嗯、啊，我们习惯了戴口罩了，我们也习惯了这个病毒会存在的，我们习惯了。这个习惯，你说是好还是不好呢、啊？你感觉比较平安，但是会不会比较少了一种警惕的心呢？我们今天看诗篇第一篇的时候。 你会看见有两种的情况，第一种的情况告诉我们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告诉我们是一个危险的一个世界，告诉我们有很多的坏人是心术坏的，内心坏的，而且行为也是坏的，啊，那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，而我们都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边。 但是因为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边，我们看见的罪恶可能太多了，以至于我们也忘记了怎么样把上帝的标准给活出来。我们也跟某一些的罪恶妥协，某一些的恶事，我们也慢慢的放松了。 因为我们觉得大家都是一样吧，我们也说基督徒也是人呐、啊，我们就有各种不同的一些的借口，来使到我们，在罪恶的世界感觉到比较舒服。但是我今天要靠着上帝的话语对你说，你是与众不同的，因为你是上帝。 拆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，为你来到世间，为你的罪而死。他的血是为了你而清流的，他的命是为着你而倾倒的。所以你是在这个地上与众不同的，你不能够同流合污，像那些没有上帝的人。 你不能够跟那些恶人走同样的道路，像那些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，你是与众不同的。所以诗篇我们看见第一篇很重要，第一篇诗篇是一百五十篇诗篇里边的开头引言，影也是一个基础。那所有。 之后所有的诗篇里边所描述的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，各种各样的人生跟世风跟上帝的关系跟人的关系，全部都是建立在诗篇的第一篇的里边。因为第一篇就开一种名义告诉我们，我们当走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一条的道路。你看见这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。 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那首先在这边告诉你，就是作为上帝的儿女，你在这个地上，首先有三个不是很重要的。第一个不呢，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就是你不接受。 你也不跟从那些行恶的人、犯法的人、得罪神的人、狂妄的人、心术不正的人、行为不良的人、满口咒诅跟充满怨毒又欺压弱者的那一些人，他们跟上帝作对，也跟上帝的子民作对。这一些恶人，你不从他们的计谋。 其实我们在整个新冠病毒疫情的严峻的冲击跟打击之下，很多的人的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当然，如果有病毒威胁的那个健康受了影响，生命受了影响，自己所爱所关心的人受到了影响，也影响了你。 那我们也知道，经济也大受影响，全世界的经济大受影响，马来西亚的经济大受影响。啊，除了如果你是啊手套公司，你有股份的话，大概你现在你的影响是啊赚钱的影响。但是全国几乎各行各业一片的哀哭，毕业出来的大学生。 有的找到工作，但是很难找工作。身居高位多年的，就是身居公司的要职的，被恶令，三十八线的减薪等等，这一些很多的行业苦苦的撑，苦苦的支持，已经支持不了了。在过去，如果说已经有一些的囤积，那些的囤积。 已经一个月又一个月的被耗尽了，而面对着债务，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处理。来到这样的一个时刻，有一些人就会想一些有没有别的方法，我能够脱离困境；有一些人就想一些有没有别的途径，我能够解决我的危机。那么一些不好的思想会出现，一些可能。 让你去犯罪的一个计划，会跟你接触，而这个时候，你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边来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而且是从思想开始就拒绝，不是来到行为，因为一切的行为是从思想开始。 从这个计谋开始，我们的思想最容易受影响的时候，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说：你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你首先在思想上就杜绝它，就抵挡它，就把它给消灭，就把它给消除。那个恶的意念会来的。当你深陷困境的时候，当你觉得有困难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。 那个恶的、那个坏的概念会来的，会飞来的。但是我们在面对罪恶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有一句话，就是你不能够阻止鸟在你头上飞过。啊，有时候你没有办法。你什么时候知道有鸟在你头上飞过呢？有粪掉下来。你不能够阻止鸟从你天头上飞过，但是你可以不让它停留在你的头上做窝。 做草，对吗？所以恶人的计谋，你要把他赶，你要把他赶，你要把他赶走，那个意念把他拒绝。如果你慢慢允许他到你的头上，那么在这里慢慢的一根草，慢慢的一一片树叶，慢慢的筑了它的巢，那么你就在这个罪上已经有份了。 不从恶人的计谋保护你的思想，不占罪人的道路。那罪是射不中红星的那些人，是不走在正道上的那些人，他们就已经习惯了不按照上帝的标准去行事。这些罪人，你已经知道他们是射不中红星红星的，你已经知道。 他们是不讨上帝喜悦的，你知道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离开上帝的标准是有距离的。那么你就不要站在罪人的道路，像他们一样，不要停留在他们的路上。站表示你还在犹豫，站表示你还在考虑要往左还是要往右。 但是你明明知道他已经离开了上帝的标准的，因为你所受的教育，因为你所听的道，因为你所读的圣经，不是没有用处的。在过去，你不要说我不知道，你是知道的。什么是讨上帝喜悦？什么是抵挡了上帝的真理？什么是会得罪了上帝的？你知道的一些的罪是显而易见的，你没有借口说你不知道。 OK，那么你就不要站在罪人的道路，不要在那边犹豫，不要在那边思想要怎么样去妥协，要赶紧的离开。如果我们说在旧约里边有什么人物最能够代表，原本是上帝所爱、上帝最喜悦而且蛮有能力的一个人。 但是却是因为把自己停留在一个妥协的位置上，结果他失去了能力，失去了祝福，而之后呢，他面对了一生中最大的咒诅，而且失去了一切，失去了他的眼睛，也失去了他的健康，那就是苍孙，不是吗？因为他。 站在罪人的道路，因为他以为他有能力，他能够在罪中不被罪所影响。他以为他能够，一靠近火的边缘的时候，他可以站在那边不被烧到。那很多跌倒的人就是以为自己不会跌倒的，很多被烧到的人就是以为自己不会被烧的，对吗？ 那我们当中，啊，叶校长是最喜欢钓鱼的，好像啊，呀，你钓鱼的时候，你放鱼饵放在里边，那么鱼来，他一看到那个饵，他一口咬，你就钓上去；他一口咬，你就钓上去。OK，如果他不靠近这个鱼饵，你是永远钓不到他的。要靠近，一群鱼来，第一条被钓下去。 那么第二条来又被钓上去，第三条来又被钓上去。那第四条鱼就想：我刚才我的朋友 A、B、C 都不见了，都是靠近这个鱼饵。现在这个鱼饵我要小心，但是我跟他保持距离没关系。他就游过去，在鱼饵的四周游来游去，看看没有什么危险啊，因为他看不见呢。那魔鬼的手你是看不见的哈。 啊，就连叶校长的手，那个鱼也看不见一样，<laughs> 你是看不见的啊，很安全啊，风平浪静啊，鱼哦，哇，那么好喂啊，是野味啊，我趁着没人，一口把它咬，咬了我就逍遥自在就跑了，一口咬下去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忘记了里边有钩，忘记了上面有线，忘记了线上有钢，忘记了钢里面有一双手，就这样的离开了。 苍孙是这样，所有跌倒的基督徒也都是这样。你以为你能够很聪明的吃掉那个虫，吃掉那个野味，吃掉那个鹅，而不咬中那个钩？这个就是魔鬼给你的谎言。一次你成功，二次你成功，第三次，很多时候连一次你都不能够成功。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 这个希曼人，他不自己，不只是自己行恶，不只是自己作恶，他还在那边口出荒言，口出妄言，批评、回谤上帝，欺笑一人，欺笑那些坚持真理的人。你做人做到这样，死骨不化，他欺笑你，他说你潦倒，就是因为你不懂得变，不懂得圆化。 当我们行上帝的真理，走上帝的道路，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取笑。那一些人是亵慢人的，口吐恶言跟荒言，不只是膨胀高举他自己，而且是取笑那些跟从上帝话语的人，走上帝道路的人。而你不要坐他们的座位。 就是说，他们的聚会你不要去，OK？他们的开会你不要去参与，他们在讲那一番话的时候，你不要跟他们有关系，不做谢曼人的座位。那很多人在解释这节圣经的时候，就说呢是三个步骤：一个是先想不从，第二呢是不赞，那第三呢是不做。 啊，先是头脑，然后脚就停下来，之后干脆坐下来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有一些人犯罪不一定是这样的，有些人犯罪先坐的，直接坐下去，慢慢站起来。这边告诉你的其实是比较一种的平行体，就是三种：恶人、罪人跟谢曼人。你都不要从，你都不要站，你都不要坐。你。 三个不要，而两个是，就是你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会有福。第一是你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你喜爱了；第二就是要昼夜思想。OK，呀 <Yeah. S>，所以你要爱上帝的话语，你要爱上帝的标准，你要爱。 亲近上帝和聆听他的话语，你要爱。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都是很可爱的。越是罪的东西是越有诱惑力，所以伊甸园里边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最有诱惑力，为什么？越是有人跟你说你不可以吃，你不可以碰，你不可以想，你就偏偏要想，对吗？ 有人跟你说不可以想，你马上就想，对吗？我们人就是这样。但是呢，十篇就告诉我们，你一定要去想，一定要去喜爱耶和华的立法。其他的事情没有害事，但是你有没有去思想上帝的话？其他的事情明显是出于罪，出于亵慢人的。 为什么你花那么多的时间在那边去参与、去思想，而没有思想上帝最宝贵的律法跟他的话语？这里说，你要昼夜思想，你要喜爱，你要昼夜思想。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想常常见到他；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人不在，你在手机里边要找他的照片来看，要放大来看，连他的眉毛你都要看清楚。 嗯，他所写过的话，你要拿来看，特别是那一些美好的话，你看了又在看。Okay? 你要昼夜思想，因为你爱上帝，你也爱上帝的话。哎、okay?，昼夜思想不是那一段时间你一直想而已，昼夜思想是说你在你整个日常的生活里边，上帝的律法、上帝的话语，是能够常常出现在你的思想里边。 是常常能够出现在你的嘴唇里头，是能够常常出现在你实践生活当中，昼夜思想。我在十八岁的时候信了耶稣，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对上帝的话语爱到不得了，爱到不得了。我读圣经，有时候读很快，就是快快要知道全部发生了什么事。 我读圣经有时候很慢很慢，因为慢到我想这一个字什么意思，那个字什么意思，这两个字跟那两个字联合起来又是什么意思，而且反复思想。那有一节经文，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现在不算老啊，那个时候很年轻啊，那一节经文我很喜爱，伴随着我最久的。 就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只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我告诉你，每一天这些经文，不晓得重复出现在我的脑里、我的心中多少次。我会想原理我的原理要做信徒的榜样；我的行为要做信徒的榜样。 我的爱心就是我做这件事情，我有没有爱心？我做了这件事，我讲了这句话，有没有爱心？对，是的。你讲理是，但是你会不会得理不饶人？理智气壮，结果伤害了人，你有没有理智？因为有爱心，所以理智气就和呢？我就想我的原理、我的行为、我的爱心。 我的信心，我有没有信心？我做这件事有没有信心？这个侍奉我们有有没有信心？我这个奉献有没有信心？我有没有信心？然后最后清洁，我是不是单纯的爱主？我是不是单纯的爱人？我做的事情是不是清洁的？没有别的意图的？原理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每一天出现多少？我一安静下来，闭上眼睛。 就好像是一个流程一样，原意先为着我的原语祷告，行为为行为祷告，爱心为我有没有爱心祷告，信心为我的信心的提升跟突破祷告，清洁为我的清洁祷告，每一天一直在重复昼夜思想，四十年了，四十年了，每一天这些经文常常重复。 每一次要上台讲道之前，有时候我们讲言，你知道吗？魔鬼会控告你的，你是谁？你要讲上帝的话，他会让你在那边信心动摇。我说主啊，我的言语交给你，你让我上来讲你的话。我的行为主啊，如果我过去行为有什么不好，影响我讲道，求主你怜悯，我不是完全人，我靠你的恩典，爱心主啊，让我讲道是有爱心的。 是有信心的，能够激发弟兄姊妹的爱心跟信心的，而且是清清节节的。讲道之前要怎么祷告？每一天跟人的生活，我有这样的祷告。什么时候我有情绪了？什么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是稍微要站坐在那边犹豫了，我就要退下来安静。愿你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昼夜思想。 四十年，四十年，那么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到今天，仍然是不完全的。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话，我不可能走到今天。所以你有没有上帝的话在你的生命里边？你有没有上帝的话在你的思想的里边？你有没有把上帝的话昼夜思想？它要像一棵树。 栽在溪水旁，暗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你看见吗？因为这样，它就能够像树一样，在中东嘛，很缺水的地方。但是呢，它因为是昼夜思想爱慕上帝的话，它能够在中东那个地方，好像有溪水，有溪水，让它能够生根，让它能够长大。 让它能够壮大，而且能够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孤干，因为他敬畏耶和华，他爱慕耶和华的律法，一生叶子也不孤干，Amen。嗯，我看到叶校长刚好姓叶啊，叶子也不孤干，感谢上帝。 这人便唯有福，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呀！啊，当你看到顺利的时候，以为他一定成功的，做什么都成功的，啊，什么问题都没有的。这个顺利不一定是这样的顺利，这个顺利是指说，是的，上帝会为他开道路，是的，上帝会给他力量，越过那些在他前面的拦阻。但是这个顺利更是。 因为他仅仅依靠耶和华，人生中各样的挑战都不能够拦阻他走上帝的道路。OK，因为他仅仅爱慕耶和华的律法，所以恶人也好，罪人也好，亵慢的人也好，也不会把他引诱离开他走异人的道路。结果他是这样的顺利，不是没有困难。 今天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立定心意，把你的生命如同一棵树一样栽在上帝的话语，栽在上帝的心意，栽在上帝的生命，让你顺利顺利是有兴盛的意义，就是你得到力量，你结果子不是为自己。 你结果子能够去分享，能够去滋润别人，能够去喂养别人，能够去祝福别人，这个是一人。如果一意义孤行，从恶人的计谋，占罪人的道路，坐亵满人的座位，甚至是为恶，这个恶人，却要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。 很多基督徒也可能是康皮，就是谷的外壳，就是那个没有砸食果实的。OK，当你收割以后，啊，你往上一抛，风一吹，康皮没有砸食里边果实的那个外壳，风一来就把它给吹散。 我们就只把真实的子粒留下来。这个在农场我们可以看见是这样。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，你就没有这个内容的生命。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在你的心中，如果你没有把上帝的话成为你生命的滋养，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你就没有这种丰硕的果实。所以你是轻的，风一来就吹了。 如果你有上帝的话，你是栽在溪水旁的，你的根是很深的、很广的，甚至大风刮的大风也不能够把你给吹倒。而你愿意这样的栽在溪水旁吗？各位，今天我要问你，可能你常常徘徊在顺服和不顺服之间。 可能你常常在那边挣扎，要顺服还是要悖逆？要走一人的路还是恶人的路？因为你的犹疑，你已经站在罪人的道路，不久就可能变成恶了。所以你不要徘徊了，你要选择与众不同。这个世界罪恶的路不是你要走的，恶人的计谋不是要你要跟的。 卸满了的座位，你不屑跟他们同果，不愿意参与他们的会。那马来西亚的政治也是一番的笑话，求助连绵。啊，今年最大的两件事，马来西亚，新冠病毒这个全世界的，但是另外一个是马来西亚独有的，就是政治。啊，两天前呢，有人传一个视频给我。 菜市场呢，马来人的菜市场，有一种东西呢，很热卖，叫做青蛙，很热卖青蛙，很多人来买青蛙，啊，青蛙也是马来西亚的特色，而且有人还在找，有哪一只是金蛙，不是青蛙是金蛙王。 身价三千两百万马币。我要问你的就是：当你要走上帝要你走的道路的时候，那是一片的乌云，一片的乌云，你不要失去你的信心。你要记得，乌云的上面仍然有太阳。现在是一片的乌云。 但是云上的太阳，它永远没有停止不照耀。乌云会散的，会散的。你不要在乌云满天盖的时候，在那边去跟从了恶人的计谋。上帝的话语是美妙的，是丰富的，是甘甜的。OK，你尝了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东西。 但是你最近有没有好好尝上帝的话？在圣经里边特别就业，有好几个先知都都把上帝的话当做是食物。他说：“我得着你的话，就当做食物吃了。”哇，最甜的食物，最美好的时候，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？我得着你的话，那就是我的猫山王，那就是我的黑刺。 那就是我的葫芦，我得着你的话，就当作食物吃了。所以求主重新帮助你有一个属灵的胃口，对属灵的事有胃口。真正的喜乐跟福分在主的里边。这里说，像艺人一样，顺利、丰盛。 不在乎世间的名义乃是在于邻里的充足。而你愿意吗？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曼人的座位。我要带领你祷告，我们低下头来。如果你在困境里边， 你的思想里边受魔鬼的诱惑，有了一些作恶的想法；你的思想当中有了一些的试探，想要离开上帝，要跟恶同过。今天我奉主的名对你说，那是灭亡的道路。 那是自取败坏的道路，就像国家的前任的领袖一样，本来何等的容易风光，结果不止成为全国人的唾弃，全世界的笑话，监牢取入在前面是等座的。所以，如果你在困难的里边，你兴起了一些错误的念头。 不占罪人的道路。现在离开这个思想，他离开红星很远，他离开神的标准很远，你就不需要在那边犹豫妥协。离开，回到上帝的话。那些作恶人的谈话，你离开；那些作恶人的聚会，你离开。 不要因为你开始妥协了这些谢曼人的聚会，慢慢你就失去了敬虔的心。你要离开，求主给你这个力量，好吗？你需要这个力量吗？你需要吗？你对主说：“主，我需要。”如果你已经在罪里边了。 如果你已经不慎，已经一脚已经踏进去了，你不要像长孙一样，一直到最后牢狱屈辱，双眼失去，连命也上掉。现在是回转的时候，回转的时候，悔改的时候，你愿意吗？求上帝，你帮助我的弟兄跟姊妹。 让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泄慢人的座位，给我们力量，离开这些思想，离开这种妥协，离开这样的聚会，离开这样的朋友，让我们亲近你，爱慕你，爱慕你的话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立志。 要走艺人的道路，即使跟世界的标准是与众不同，但是却是上帝他喜悦的，而且他应许你会顺利，你会丰盛，你会荣耀他，你会多结果子，你的叶子也不枯干，你愿意吗？立志，不要再徘徊，乃是立志，永远。 走上帝要你走的路，爱慕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你愿意吗？如果你愿意，你站起来，我为你们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的，你站起来，我为你们祷告。听不上帝，我们看见恶人如同抗皮一样，会被风吹散。 在审判之日，他们是站立不住；在今天的审判、今世的审判，更在将来的审判，他们是站立不住。但是我们艺人，的道路会越走越光明，会有你的丰盛，会有你的肯定，会能够像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。所以，主你恩待我的弟兄跟姊妹，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做艺人。 走艺人的道路，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愿上帝赐福你们，请坐。